大家好，这盘棋是1980年日本本因坊站当的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藤泽鹏宅和武宫正树。这一盘棋，武宫正树执黑先行，白棋藤泽鹏宅，武宫正树走了一个小目。在1980年这个年代，武宫正树还没有形成后来的三连星作战体系。但是呢，在那个时期，很多的重大比赛当中，武宫正树已经展现了他强大的中盘战斗力。白棋小目，黑棋挂角，白棋挂角，黑棋二将高架，白棋大跳，黑棋拆二，白棋飞压，这在当时啊都是非常流行的定式。但是呢，现在，白这个飞压基本上被淘汰，这个地方黑棋冲断白棋，黑棋作战稍微有利，这是白棋可以考虑先加工黑棋。白棋飞压黑棋，黑棋冲断，白棋跳了一个，这也是常见的棋形，引诱黑棋打吃，白棋反打形成外势。这是白棋也可以考虑先挡下去，黑棋立的时候，白棋跳出去，双方在中央就产生了战斗。是让白棋先跳，武宫正树又打吃，白棋反打，黑棋不能粘，棋形非常重，黑棋打吃白棋。白棋先提掉，黑棋连接，然后白棋从这个方向打吃黑棋，建立自己外势。下一步，武宫正树下方拆边，这一招棋就稍微有点问题，黑棋还是应该长出去，保护这个二字头。之所以武宫正树下方拆边，也是担心白棋在这一带加工黑棋，但是呢，黑棋这个时候可以点角，先抢占白这个角，将来在这一带，黑棋有靠、有压、有拖的手段，这个黑棋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。施展武功中术，直接拆边，白棋打吃。白棋连续打吃以后，留下一个断点。白棋本手可以走这个小飞，护住这个断点。白棋外势非常厚，但是呢，这到后世将来能兑现多大的实控，藤泽鹏宅认为看不清楚。于是藤泽鹏宅没有补断点，积极的去挂角，这也是一种思路。这是白棋，也可以考虑先挡下去。如果黑棋守角的话，白棋先打吃，黑棋踢掉，白棋二路大飞，黑棋要挡住，白棋可以通过这个挖，在角上来定型。只要这一带的白棋活棋，那么白棋呢也就缓解了这个断点。施展藤泽鹏宅还是挂角，武宫正树不肯守角，往上飞了一个，要威胁这个断点。那么藤泽鹏宅下一招棋对这个断点视而不见，反加上方黑棋，看上去非常积极，但是从实战的结果来看，这一招棋还是稍微有点过分。这是白棋，还是应该先挡下去，先在这一带活棋。白棋加工，武功正术就断掉了白棋。白棋要打出去，黑棋长，白棋又贴了一个。这一招棋有点问题，因为被黑棋扳住以后，这个地方有断点，白棋在这一带的出头不太痛快。
但是白棋应该考虑从这个地方来跨断黑棋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就断。黑棋往外长的时候，白棋再贴出去。黑棋如果搬，白棋先断，然后再打，白棋再一退，虎住这个断点。在这个地方，黑棋暂时不敢断掉白棋，白棋在这里有一个家。黑棋如果硬往外冲的话，白棋先从这个地方压一个，这个地方可以争吃三个黑棋，黑棋要打吃白棋，白棋再出动这个子，那么上方两块黑棋就不能两全。实战白棋贴了一个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反扳，黑棋就连接。白棋自身产生了两个断点，藤泽鹏宅唬住了这个断点，这是藤泽鹏宅的问题手。这个时候，白棋应该是补住这个断点。黑棋如果断的话，白棋打下去，黑棋如果封锁白棋，白棋先打，黑棋踢掉。白棋三路一飞，白棋可以轻松活棋。如果黑棋不挡，避免白棋二路打吃，黑棋立的话，白棋就冲。黑棋挡不住，白棋又打吃，黑棋大着要打吃这个白棋，白棋连回去封锁角上黑棋。那么黑棋提到这个子。形成这个结果，虽然还是黑棋稍微有利，但是呢，这个结果比实战要好得多。那么实战，藤泽鹏宅补住的是这个断点，武功中枢断上去，白棋先打吃，然后夹住这个黑棋，那么黑棋就提掉了这两个白棋，这一带黑棋非常厚。现在黑棋踢掉两个白棋非常有必要，如果不踢的话，白棋在这一带这种跳都是先手，所以实战黑棋就干净的踢掉两个白棋，那么双方在这一带形成转换，那么这个转换黑棋就占据了优势。下一步白棋需要下的积极一点，下方打入，对待这种打入。黑棋首先考虑的是压住白棋，武功中枢走的是二路跳，先分段左右白棋。如果白棋往上跳的话，黑棋跟着跳，两块白棋都不活。于是，先中央跳了一个，加强这道外势，黑棋再压住。下一步，白棋在左边拆边。白棋拆边以后，上方白棋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。下一步黑的重点就是要如何限制白棋上方发展。普通思路，黑棋要通过这种飞压来限制，但是呢，武功中枢从这个地方搬了一个，这是棋形要点，也反映了武功中枢它对棋形敏锐的地方。黑棋搬在这儿，强调这个断。当然，现在白棋不会连接，白棋要唬住黑棋。武功中枢先断，这两个白棋不能死，时空太大。白棋要打吃，黑棋往外拐，白棋要粘住，黑棋再拐。黑棋挡住，白棋唬住这个断点，这里的黑棋还不活，黑棋大跳，白棋跳要封锁黑棋，
黑棋飞出去，下一步彭泽彭翟靠了一个，这是局部的手筋，要靠断上方黑棋。黑棋冲，白棋断，这个地方有打吃，黑棋退了一个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压，白棋点。下一步黑棋没有敢再压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断，五攻中束，中央一跳，要封锁中央白棋。这是白棋基本上已经逃不出去，黑棋可以小加封锁。于是彭泽彭翟往外拐，这是要寻求转换。黑棋查了一个，白棋再一跳，下步要断吃三个黑棋。普通黑棋可以考虑这个双，但是呢，将来白棋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冲的一些味道，五攻中束就粘住了这个字。下一步彭泽彭翟守住右上角，虽然这一带的黑棋吃掉白棋非常厚，但是呢，白棋吃的这个角目数也非常大。下一步双方的焦点是在左上角，如果让白棋高效率的围住左上角失控，这盘棋黑棋的失控并不乐观。那么下一步五攻中束就考虑如何破坏白棋左上角，一般的思路要拖脚试探白棋硬手，但是呢，五攻中束走了一个小飞，他不单不试探硬手，而且呢还要强攻白棋这个角。那么这种下法必须有强大的中盘战斗力来支撑，黑棋一飞，白棋要挡住，黑棋贴住，下边黑棋要虎，白棋立，黑棋长，白棋挡，黑棋二路立，避免白棋二路搬过。那么黑棋立到以后，白棋在这个地方不敢搬，因为黑棋有一个挖，要挖断上方白棋，白棋要打吃，这个时候黑棋顺势反打，白棋提掉，黑棋从这个地方来出头，上方的白棋还不活，于是白棋不能搬，白棋就顶了一个，黑棋长头，白棋从上方一跳，黑棋一拐，白棋再一跳，就封锁了上方黑棋。看上去上方的黑棋非常危险。那么下一步五攻中束，二路一拖，白棋搬住，黑棋还要一路搬，黑棋要强攻白这个角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双方形成一个打劫，白棋先提劫，黑棋从这挖了一个，白棋打吃，黑棋提劫。下一步因为全盘黑棋非常厚实，白棋不太好找劫，白棋就粘住，黑棋也连接，上方的白棋不能被封锁，白棋要提掉这个子。下一步黑棋要的搬开始收棋，这是黑棋不能消劫，因为白棋这里有一个搬，黑棋搬住，白棋连接，黑棋粘住，白棋还要加一个，黑棋阻度，白棋角上一立，白这个角可以活棋，外边的黑棋还活不了，所以黑棋暂时不能消劫，二路搬来收气，白棋踢掉，黑棋要从这个地方靠出去，
在这一带，白棋没有办法来应劫，劫材很多，白棋消劫，黑棋粘住，这里的白棋还没有活，白棋先连回去，黑棋中央一飞，黑棋就成功的破坏了白棋左边的潜力。白棋下一步先小飞手脚，紧接着要出动这个子，黑棋顶住。这两个白棋还比较单薄，将来这里有家。白棋没有补在这儿，走了这个小尖。那么双方在这一带的战斗就告一段落，黑棋继续保持着领先优势。因为这一带的黑棋非常厚，下一步武功正术居然对刚开始白棋这道外势发起了进攻。黑棋跳了一个，要在这一带分段白棋。如果白棋挡住的话，黑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瓦，白棋从这个方向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白棋两个断点不能兼顾，白棋要从这个地方打吃。黑棋退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可以长，白棋再打，黑棋再领。黑棋吃住这两个子，脚上实力非常大，白棋也没有办法吃住下方黑棋，这是白棋不能接受的下法。于是当黑棋跳的时候，白棋不能挡，白棋拖要求活脚，黑棋二路搬的时候，白棋扭断黑棋，黑棋先打吃，再打吃，白棋从这个地方刺里，黑棋没有粘，白棋打吃，这个地方白棋可以活棋，黑棋是往上并了一个，威胁白棋这一带眼位，那么白棋先打，黑棋也没有在这一带补转点。往上双，继续威胁上方白棋。白棋冲，黑棋打吃。白棋冲掉以后，下方的白棋已经啊先手活棋，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打吃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打吃，白棋已经活棋。于是腾则碰斋，再来补中央。武功正术镇住白棋。白棋长这个子，考虑到将来白棋这种家有很多的利用，武功正术就先提掉这个子，逼迫白棋打吃黑棋来做活，黑棋顺势提掉这个子，白棋还有活棋。下一步黑棋一跳，从这个地方封锁白棋。白棋先拐，黑棋粘住，白棋硬往外跳，黑棋小尖封锁，这个地方白棋出不去。于是呢，白棋从这个地方虎了一个，争取在这一带做眼。这是白棋不能挡在这儿，黑棋一点，局部白棋做不出两只眼。实战，白棋虎在这儿。但是呢，武功正术往上一冲，局部的白棋已经啊没有办法做出两只针眼，全部被黑棋鲸吞。当黑棋冲在这里的时候，藤泽鹏斋中盘投子引数。